国哥好，嘉琪姐好。今天手包纱布啊，是发生什么事？被就是热油烫伤。热油烫伤。对，在煮东西的时候。哦，是煮东西，不是玩的时候。煮东西的时候，对。要炸东西的时候被。要煎东西的时候反被煎。哦，要煎的反被煎。是不是有水滴到油锅里了？啊，对对对，因为是退冰的食品。说起来你也会这个厨艺。我当然啊，我是天才小厨娘哎。对，我们常常。看到妈妈上这个进厨房那双手真的很可怜，对呀、啊，就为了我们全家，对不对？对，是，所以要小心一点啊。好，听说最近家里又装潢了一间一间歌唱室，哇啊，对，其实这间音响室呢，在我还没出生就有了啊。阿公喜欢唱歌，对，然后结果爸爸他们三个兄弟姐妹呢也喜欢唱歌，对，然后。因为爸爸也比过五等奖，然后阿公就为了要给爸爸他们练歌，然后就用了一间音响室在家里。哇，好用心哦！爸爸参加过五等奖，对，蛮久了。那时候碰到张惠妹，没有，那时候好像是蔡小虎刚过关。对，可是他刚好爸爸要当兵了，就是听说当时比较严格，说到兵单就要当兵，就要弃权，要不然哪有今天的蔡小虎，对不对？早就被你爸爸打掉了，对不对？他爸爸叫陈友虎啊，你叫陈友娜，希望你越来越进步喽。谢谢瓜哥。